课本讲解。One of the most famous sailing ships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Cartier-Sark, can still be seen at Greenwich. 说呢，其中啊，十九世纪最为著名的其中一个 sailing ship 叫帆船啊，我们直观的译成帆船 ，sail 吧，扬帆起航的帆是吧？它的名字叫 Cartier-Sark， 是一艘帆船。Can still be seen at Greenwich， 仍然在这个地方可以人们见到它。Greenwich， 汉叫格林尼治或叫格林威治啊，这是我们知道的本初子午线嘛，那个时区概念啊，所在地在英国啊，叫 Greenwich。好，可以了，我们接着看下面。She stands on dry land and is visited by 1,000 people each year. She stands on dry land.矗立在很干的啊陆地上，并且呢数千人每年进行造访 ，is visited by 1,000 people each year。大家注意这个 she 啊 ，she 指代前面的船。英文中有一种规定，船的代词用 she， 不用 it， 也不用 he 啊。这个如果大家呢有时间参考一下第十课第二行、28课的第一行都有所论述啊。船的指代词 she， 大家注意这个习惯用法。好，我们继续往前。She serves as an impressive reminder of the great ships of the past. 好，这艘船呢 ，serve as 这个我们学过，担当什么作用，起到什么作用是吧 ？Reminder 呢，叫回忆物、提醒物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的，对什么呢？过去的啊，伟大的或者巨轮。那个回物，好吧，但是大家注意一个问题，这句话呢，好像语言上面都已经快速顺通了，但是从翻译角度依然不太通畅。你们直观的看一下啊，这艘船担当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对过去那个时代的巨轮的提醒物，特别的不太啊熟悉的一种感受，这个语言呢不太顺畅。那么今天我们怎么处理它呢？好，大家注意一下，关键大家看到这个 remind 这个词 ，remind 呢 ，reminder 是名词化 ，remind 是动词。今天我们要做个处理，把 reminder 变化成动词，提醒是回忆，好吧？所以大家注意一下，我讲一个环节啊。一般而言，英文多用名词，汉语多用动词，就英文中啊，行文中名词较多。动词用的相对要少，汉语反之嘛，所以要经常转化。通常啊，只要英文中出现这个 ner， 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 ner， 我的意思是，以人为后缀的一个名词，因为ner表人嘛，是吧？你比如说啊，举个例子 ，engineer， 工程师是吧 ？near， 以什么什么啊，人为后缀的这个名词，加 of， 再加另一个名词，表身份的这个 ner。要转成汉语的动词，对吧？转换汉语的动词。那么大家请看，这个 reminder 就好像具有一个人的效果，好像呢带有人的一种特点，表身份的，是吧？那我们把它转换动词，回忆提醒就好多了。怎么说？这艘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动词呢，下面 remind， 让我们回忆起了过去的巨轮或伟大船只，啊，这样语言就显得非常自然通畅了。好吧，这是个经常啊翻译阅读中的技巧，希望大家熟练掌握，好吧？好，我们接着往下看。Next, before they were replaced by steamships, sailing vessels like the Cartier-Sark were used to carry tea from China and wool from Australia. 好吧，这里面一个短语 ，be replaced by， 被什么所替代，被什么所取代。Replaced， 在他们被这些船取代之前 ，steamship 大家学过吗？这个词 ，steamship 就叫蒸汽船啊 ，steam 嘛。在被蒸汽船取代以前 ，sailing vessels， 注意 vessel 就是 ship， 因为它要替换啊，因为它语言呢不能重复。帆船像这个类的帆船啊 ，be used to，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 be used to 啊，
不能译作习惯做某事儿，因为习惯做某事儿那个 to 是介词，后面加 be used to doing， 而今天这个 to use， 看到没有 ？be used to 那个 to 是不定式，所以就直观的译成被用来干某事儿，啊，说这艘船啊，像他们这样的帆船，经常被用来 carry tea， 很简单啊，从中国运送茶叶，从澳大利亚运送羊毛物，好吧？这是当时他们的船的功能。The Cadiz was one of the fastest sailing ships that has been built。基本上原点非常小，没有难度啊。好，下面 the only other ship to match her was the Thermopylae。好了，说唯一的另外的船 to match her， 大家注意，这是个不定式啊，充当了后置定语。不定式通常放名词后做后置定语，是吧？什么叫 match 呢？匹配，能够与另外一艘船匹配的船就是 Thermopylae 啊，这是个船的名字，好吧？来，我们看 ，Both these ships set out from Shanghai on June 18th, 1872, an exciting race to England。啊，说这两艘船 set out，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短语。Set out， 后面加 from， 加地点，再往后看有个 to， 啊，又加地点，所以大家不妨把它结构摘下来，就跟我们看到第四点啊列举的一样 ，set out from A to B， 什么意思呢？从 A 去往 B， 啊，从 A 去往 B， 所以这两艘船呢，都从上海出发，中间加了个时间。1872年6月10日，是吧？去往呢什么地方呢？英国，然后后面又加了个介词短语 ，on an exciting race， 在一次激动人心的啊竞赛之中啊。好了，重要短语啊，记住 ，set out from A to B， 换用结构是 depart from A to B 或 leave A for B 啊，都是从 A 去往 B， 好吧？下面 this race。Which went on for exactly 4 months, was the last of its kind. 说这次竞赛呢，大家注意啊，这句话出现分裂结构了。为什么呢？你看到后面有个双逗号，主谓分裂啊。我们讲过多次，说这次竞赛谓动词 was the last of its kind， 是这种竞赛的最后一次了。中间有个定语从句，做了主谓分裂。Went on 什么意思呢？持续啊。或叫一直进行，持续了正好4个月的时光啊。好，下面 it marked the end of the great tradition of ships with vessels, with sails, an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It 代指前面的事情，说这件事情呢 ，mark 叫标志着什么什么的结束，什么结束呢 ？The great tradition 伟大传统。什么传统呢 ？Ships with vessels， 大家注意啊，把这个 with vessels 括住，做前面 ships 的定语，介词短语充当定语。什么样的船呢？带着帆的，这叫帆船嘛，是吧 ？Sail 叫帆啊，它标志着什么呢？那些帆船的伟大历史的结束，好吧？而且呢，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端。好了，这个句子写得非常啊流畅。好，这是第一段啊，我们看第二段，一定要讲到具体竞赛的过程，好吧？来 ，the first of the two ships to reach Java after race had begun was the Thermopylae。什么意思呢？说这两艘船后面大家括住 to reach Java after race， 整个啊从那个。To reach 一直扩到 had begun， 这应该看作是做前面这个整个名词短语主语的定语后置了，是吧？什么样的两艘船的第一支呢 ？To reach Java 甭管啊，是一个地点，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啊一带，是一个岛屿叫爪哇岛，好吧？说在这个竞赛开始后，第一艘到达 Java 的船就是。谓动词啊 ，was the Thermopylae， 好吧，所以主语是 the first，
of the two ships， 谓动词 was the thermal plate 啊，主系表结构。好了 ，But on the island ocean， the Cadillac took the lead。took the lead 呢，称之为率先、领先啊，约等于 take the leading position。take the leading position。好，我们接着看。It seems certain that she would be the first ship home。这个句型很简单，似乎她是第一艘到达啊目的地、回到家的船。这个 home 是副词，好吧？副词，到家。这个 it 呢，明显做的是形式主语，指代后面的 that 从句啊。但以后我们不用拆分了，简单写成一个句子就记了。It seemed certain that， 很显然，好吧？好 ，But during the race。She had a lot of bad luck. Bad luck 叫厄运啊，旅途过程中厄运当头。In August, she was struck by a heavy storm, during which her rudder was torn away. 什么意思呢？八月份，她被一个非常大的暴风雨所袭击了。Struck 打击啊，原型叫 strike, S-T-R-I-K-E。好吧 ，during which 这个明显我们讲过，属于定语从句啊。during 是介词加关系代替引导定语从句，我们在十七课学过，参照十七课啊。在这一次的暴风雪中、暴风雨中，它的 rudder 叫桨 ，tear away， 大家看到后面那个啊 ，torn 是过去分词，原型是 tear，tear 是撕碎，撕嘛就毁掉了，桨也毁了。是吧 ？The Cadillac rolled from side to side. Rolled， 看到没有？来回在摇摆啊。And it became impossible to steer her. 这个 it 指代的后面不定式啊，这件事已经做不到了。Steer 学过吗 ？Steer 我们叫掌舵啊，再对这个船掌舵不可能了，控制方向不可能。这个 steer 本来是船上的舵啊，我们了解。相当于我们汽车的方向盘，好吧 ？A temporary rudder was made on board from spare planks。好了，这是前半句啊。它是什么呢？一个临时做成的 rudder， 我们叫做桨，被制造。注意啊，括住 on board， 这是个分裂 ，on board 在甲板上被做。后面 be made 要搭配 from， 我们学过 be made from 由什么材料做成，啊，所以这有个分裂，搭配做了分裂啊。spare 是空闲的、腾出来的、多余的 ，plank 叫木板，是吧？所以简单一点，在甲板上一个临时的桨做了出来，从那个啊所谓多余出来的木板中做了一个啊临时的桨，好吧？And it was fitted with great difficulty. 费条安装 ，with great difficulty. 我们学过这个，它相当于其中的名词 difficulty 变成副词，就非常困难的。参考我们第十一课第九点啊，我们当时讲过，回顾一下当时那个啊情形，好吧？当时说的 with great care， 海关故事有印象吗？好，我们继续。This greatly reduced the speed of the ship. 这个没有难度啊，极大的让船减了速度 ，for there was a danger that if it traveled too quickly, this rudder would be torn away, as well. 好吧，这个 for 引导的是原因状语从句，我们经常重复啊，后置了，放在主句后面，什么意思呢？因为啊，原因在这儿啊，所以它有危险。原因在哪呢？因为确实会出现危险。这个 that 引导的是 danger 的同位从句。什么样的危险呢？它航行太快，这个桨就会被也撕毁掉的，会被毁掉的。As well， 放一句尾就是 to this 啊，也好吧。下面 ，because of this， the Cadillac lost her lead， 失去了领导地位、领头地位 ，lose one's lead， 是吧 ？After crossing the equator， equator 我们称为啊。地球的那个赤道，穿过赤道后 ，the captain called in at a port to have a new rudder fitted。
好了，什么意思呢？穿过赤道以后，船长 Captain called in at， 大家记一下这个短语 ，call in at 叫造访、拜访啊，他拜访了一个小港口啊，拜访就约相当于 visit 啊，小小的港口，并且呢 have a new rudder fitted， 这个结果我们学过 have something done， 让别人做某事儿啊，请别人做了一个桨，安装了一个桨，好吧。But by now, the thermal plate was over 500 miles ahead. 但另一艘船呢？还记得吧 ？By now, 到现在为止，另一艘船已经是500英里的提前量了，啊，超过这个船有500英里了，在前面500英里，好吧 ？Though the new rudder was fitted at tremendous speed. 好，尽管啊。这个桨被安装了，这个短语记一下 ，at a 什么什么 speed， 汉语叫以什么什么速度 ，tremendous 叫巨大的，以非常快速的极大速度安装好。It was impossible for the Cartisac to win， 啊，这个都不难了 ，it 做形式主义，指代后面的 to win， 他要获胜几乎不可能。She arrived in England a week after the summer play， 啊，一周后才到达。比人家后退了一周啊，推迟了一周。Even this was remarkable. Remarkable 在学的是什么？不同凡响的，啊，异乎寻常的。这个大家如果回看一下14课的词汇表有 remarkable， 不同一般的。说即便这一点都已经相当的不同凡响，为什么呢 ？Considering that。She had had so many delays. 好，我们又再次遇到 considering 这个结构。我们在第19课11点重述过啊，请回去参考一下。当然，我们可以简化的把 considering 当作介词，直接后面啊 ，considering that 固定搭配也可以啊。但是今天最好采用独立结构的省略形式。回看一下19课笔记，考虑到啊，这艘船有了如此多的推迟。他的这种行为也相当的不同一般了，好吧 ？There's no doubt that if she had not lost her rudder, she would have won the race easily. 这句话我们注意一下 ，There's no doubt that doubt 后面跟个 that， 这是同位语，解释一下 doubt， 没有疑问了，什么意思呢？如果他没有丢掉奖，他就会赢得轻松赢得比赛。大家注意啊，这个。That 后面用了一个 if she had lost the rudder， 采用的虚拟器，啊，大家学过，这是虚拟器的过去表达。从句用的是 if had done， 主句用 would have done， 好吧？这我们学过啊，比较简单的一个虚拟语气的基本常识。好，这是今天这个文章的简单内容啊，关于一个帆船，进行竞赛的过程，好吧？好，不是特别重要的文章啊，我们只一般性了解。原点即可以了。好，今天我们。